看起来很，我觉得他黏住啊。对，我觉得我黏住，他可能是喝醉才掉进来的。嗯，然后又黏住。但他也在动耶，他也在高速抽筋。高速抽筋，这什么形容词？他在高速抽筋啊！哇，那叫死前挣扎。高速抽筋，我以为是死前挣扎，我以为是他喝水，结果他只是自杀而已啊！不小心掉下去，是真的是死。啊，那他们怎么下蛋？不是下到水里面？不一样啊。哦，所以他以为这是水。对啊。水跟汤不一样。一方面這，这你总不能叫他去温泉地方下蛋的概念。没有啊，那个就烧起来啊。对啊，那这个一样啊。虽然好像没有很热，可是他那么小，可能他觉得是热的。他也在高速抽筋啊。对，他飞不起。啊，有吗？他就、啊、他还在动啊，高速抽筋。我想说他来喝水，喝了汤，太好喝了就来泡澡啊，太开心了吧？果然是开心到死。还是其实他真的在下蛋，他可能都是这样下蛋的吧？我不知道，你有看过蚊子下蛋吗？它是怎么下蛋的？还真是不知道。太出血了吧？但它还一直在动啊，它没有呛到啊。但不知道它在干嘛。看国家地理频道，哎，哈哈，看看蚊子在汤里面游泳，好笑呢。看来，不会动了吧？看来，差不多了。看来不想动了。哦，他还动了一下，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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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他动了，他等下就飞起来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不是啊，可是如果它要飞起来，它至少也要动动它的翅膀，但它没有要动它的翅膀啊，飞起来啊，所以它可能根本就没有要飞啊，它可能真的是在不知道在干嘛。就是其实刚刚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已经不行了。那不行啊，它怎么还可以挣扎这么久？它看起来像虾子哎，你吃的虾子是蚊子的朋友。你在吃蚊子啊？哇，它开始，它真的超像虾子的，根本就是在飞的虾子。不过虾子没这个颜色。有啊，虾子不是都是这种颜色吗？就是那种灰灰半透明的颜色啊，就是这个颜色。他等下就变章鱼了，他感觉一直在动脚，看起来像章鱼。Octopus。对呀。为什么？差那么多。你看起来不是像章鱼啊？你还是乌贼？八爪吗？乌贼就是要往前，他不是会把那个下面收起来嘛，然后就会往前冲。他看起来有点像那样。
它有开动了，开动了。蚊子大师。哎，它也挣扎很久。所以它要停了没？它要给我什么？我说它要停了没？结果他打呼了，飞起来去，不、哦，开始狂动了，吓死人！他现在开始狂动了，不够感受到。太嗨了吧！哇，他开始翻，他开始高速动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喂喂喂！他是真的还在干嘛？飞起来！他大家就真的飞起来。但他看起来像翻车的，他看起来像四脚朝天的。看来他不动了，哦，他又动了，说他不动他就动了。你说要宣告他死了吗？你把他吃了就宣告死亡啊！他又开始动了。他到底是在泡澡还是干嘛？他到底是在泡澡？你跟他沟通一下，你娘不知道啊。你要撤离了，我先算钱了，先那可能只是在晒日光浴啊。哇，又有一只蚊子要加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它飞过。看来它真的不动了。看来它不动。啊？觉得它被油包住。对啊，有点。哦，它又开始动了。